在中国古代典籍中，早就有关于5000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。苗族的祖先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，活跃于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。苗族在历史上多次迁徙，大致路线是由黄河流域至湘、湖南，至黔、贵州，至滇、云南。苗族有自己的语言，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。原先苗族有自己民族文字，苗族古歌记载了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争和朝廷的追杀，与民族文化迁徙秘密等已暴露于敌人，不得不将文字焚烧抹去。当仅有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去世后，文字也随之流失，留下的只有那写在衣服上的文字。苗族的音乐舞蹈历史悠久，群众喜爱的芦笙舞技艺很高。苗族的挑花、刺绣、织锦、蜡染、银饰制作、美术工艺等。第一次大迁徙是苗族先民以其发源地今四川的雅盘江、岷江、巴江、嘉陵江泗水的上中流域地带，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的南北两岸，南岸的达到洞庭、彭蠡之间定居下来，北岸的达到江汉平原。第二次大迁徙是苗族先人在长江中游居住很久之后，人多势大，号称九黎，与南方的炎帝族发生矛盾，打败了炎帝族，一部分追逐炎帝族直达黄河北岸。第三次大迁徙蚩尤战斗失败很久以后，九黎族的各部署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到南方，在江南的洞庭、彭蠡之间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，这是由北向南的迁徙，时间约4200至4100年之前，黄帝到唐尧。第四次大迁徙苗族先人在洞庭、彭蠡之间辛勤耕耘，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，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，渐渐强大起来。唐尧很惧怕三苗、共工、欢兜等，故道顺即位，马上分北三苗，留共工于幽州，放欢兜于崇山，篡三苗于三危，击滚于羽山。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从此分化瓦解，有部分人还逃到了东海，这次迁徙是分途回归。如被逐到三危的一支三苗，是原来力量最强的一支，他们整体逃迁中屡遭武装掠夺，一次次抵抗，一次次战败，一次次逃迁，从三危山出来，经过大雪山，渡过浑水河、黄河，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步步迁移，过甘肃、青海，经产牦牛、骆驼的藏里走廊，沿金沙江到川南、滇东北和黔西北，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，被放逐到崇山的一支欢兜都是近距离的迁移，即由崇山往东，曾到达今湖南常德一带，用盐水达到洞庭、彭蠡之间，后来周王朝视为隐患，宣王乃命方书南伐蛮方，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，南并蛮越，占有洞庭、苍梧等蛮越之地，这支苗人被迫逃进武陵山区，刚发展强大一点，又遭到东汉王朝的一再进剿，又被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逃迁，最后达到今湘西、黔东北、川东南和鄂西南一带。除以上几次大迁徙外，还有很多小迁徙，但宋代前后绝大部分苗人
都先后到现在的居住地域定居，但元、明、清各代的统治者仍不断进剿，湘西、黔东南等地的苗民四处迁逃，但都不离开湘西、黔东南和川黔滇地域。苗族人民善于歌舞，歌舞形式丰富多彩，苗族舞蹈、鼓舞、芦笙舞令人叹为观止，因此苗族被称为歌舞的民族。历史上苗族的迁徙经历了很多地方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直到19世纪近百年才定居下来。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，才过上民族平等、安居乐业的生活。综上所述，苗族获得全世界称赞的美誉，是全世界最坚强的民族，也是全世界最顽强的民族。抖音。